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穆布斯。这是前天刚上架 Steam 的多人即时策略自走棋回合制游戏《钢铁指挥官》战略对战游戏的革新作品，将即时战略与回合制策略融为一体，为您呈现宏大的科幻战争场面。玩家开局就可以部署上百个单位为自己作战，游戏后期更是会上演上千个单位的大会战。玩家甚至还可以派出数十米高的巨型机甲碾压其他单位。革新的对战方式，回合制策略与即时战略融为一体。游戏由于自走棋的玩法使得游戏简单易上手，以小队为基础部署调整自己的部队，无需对单个单位进行操作，每回合只需要进行战前部署，单位会根据部署策略自动进行战斗。玩家拥有许多战场技能，从可以被火焰点燃的粘油弹到威力巨大的核弹，都可以极大的改变战局。游戏需要的配置不高，还是非常适合在掌机上面随时随地玩一下的，喜欢的朋友可以支持一下。这里是穆布斯，分享更多有趣好玩的游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